道。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吃的健康，有些人吃素呢，觉得对身体有帮助，也能为地球做环保。而推广健康素食，还有身心灵环保的 Green Menu， 南加州华人区的阿罕布拉市的新店开幕了，提供素食有机餐厅的各种资讯，也为华人的健康带来新的福音。看民选官员和商会代表一起剪下红彩带，推广素食和环保的 Green Menu 办公室在南加州华人区开张了。走进宽敞的大厅，所有的摆设都传达了吃素健康的理念，少吃肉更为地球做环保。素食不是说你吃素就会健康啊，或者是美容啊，但是你吃素呢是对环保有最大的好处，因为你这样吃的时候呢，你是为了这个地球而吃的啊，可以说是为了整个人类而吃的。张主席表示， Green Menu 在全美和500多家绿色餐厅合作推出会员卡，以免费加盟的方式方便民众找到有机素食餐厅，并且提供用餐折扣和免费的讲座，让民众吃得健康也能照顾到荷包。 Green Menu 的这个卡就是可以让大家去吃素的时候有打折啊。另外呢，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身心灵觉醒的课程，那就帮助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吃素，吃素对整个这个地球有什么好处。餐桌上一盘盘精致素食，每一种都好好吃哦。不过面对各种不同需求的民众， Green Menu 还贴心地推出了全素、奶蛋素和素食友善的三种标志，让民众更容易找到想要的餐厅。想要点更多讯息，欢迎上网查询。东森新闻陈宇文、李宗尧在洛杉矶的采访。